1岁左右，就是还站得不稳，他在沙发上坐着就开始疼。然后我去打篮球，打了几次，他也看着，小孩嘛就可能比较爱模仿吧，感觉他就上道了。然后后来就是说，感觉他有这个兴趣嘛，就是稍微刻意的陪他玩了嘛，也不是训练他，因为我打篮球也是菜鸟嘛，让他看一下场上的叔叔怎么运球啊，他就会愿意自己练习。下载一点资讯，搜索订阅沸点频道，看更多新闻现场哦。